查理。看你无啥爽快，我替你甲你妈讨好开。柯小轩，你想空想胖，要赶我走，家己无法度，就使用查理。那安尼，我嘛不需要对你客气啊。你是要创啥？你是要把橡皮传给小轩？你哪会真心啊？敢讲你拄则是假酒醉，想要试探我？原本我是真正心情无好啦，因为小轩叫我来这试探你对我的感情。也毋过我足惊，我会去伤害到你，因为你对我心目中是一个这样善良。这样无心机的查某囡仔，你安尼讲，不过你也是安尼做啊？我根本就无想要安尼做，所以我拄只考虑真久，佮加上我拄只头壳真正足晕的，所以我想讲想要伫个遮休困一下。不过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的心机竟然这样重，你竟然想要破坏我佮小仙的感情。查理，我不是挑工的。是因为你拄则讲小轩要跟我相出国，我真正足生气的，我真系想要刺激小轩。那呢，我问你，你放弃更好的治疗机会，死嘛是要留落来的原因到底是啥？其实我……好啊，你无需要为着你的行为找任何的理由。因为你所有一举一动，还有表情，拢让小轩约到，所以真歹势，我即马必须要跟你讲清楚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接受你对我的感情的。查理，你有讲过，咱是朋友。是你让咱的朋友拢做袂成，所以自今仔日开始，我对你只有道义上的责任，其他的。下面都不